们不可能成为那种自绝于世界的匿名社群。我们不会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长城把台北围起来，然后那一块就是香港人在打烂沙拉，那不是我们香港人想要的依据方式。我们是想要融入，然后 gain power 政治能量，但是同时的我们要保留自己的文化，这个非常困难。视障人的团体我们都会就是跟他们紧密的合作，向政府会施压跟去向国会议员去申诉，还有就是说一块去办活动，去展示我们被导引权的一地区的一个团结。还在香港的人，很多人其实都在找那个狭缝，希望在做点什么，作为那个海外港人那个身份去赋权以外，就是希望可以帮到香港的香港人嘛。所以其实在过去一年也有很多跨区域的合作，我有在做文化的 campaign， 也有在做政治的 campaign， 也有在做游说，就是能力可及的地方都尽量的把我们香港留下群体的那一套 narrative 讲出去，就是希望不要太被中国的声音抹盖过。